大家好，我是骆驼母家豪，我是幸福蛋文琪。哇，首先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信，欢迎信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信，嗨。哎，可能有些观众呢不知道信也是国际版的老玩家哦。哎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玩巨精怪 GS 的牌组，哎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钢属性的宝可梦啊？因为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就是玩这些钢属性的宝可梦陪我到大的嘛，那后来就慢慢的喜欢这些钢属性宝可梦，他们就很硬啊，很硬气，你知道？那这一次我用的牌组是我们的起源蒂亚卢卡 V Star， 它是一只传说中的这个宝可梦嘛，然后又是钢属性跟龙属性，我就特别喜欢，因为它还可以操控时间。嗯，哇，信马上就透露出自己的底牌了。那请问幸福蛋文琪今天是用什么样牌组来应对呢？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家爸爸的意志，没错，就是道属性的牌组怪力 V Max 的牌组。那我的怪力 V Max 的牌组呢，还会搭配我们的大嘴沼泽，它的效果是双。方玩家每次从手牌将基础宝可梦放置于备战区时，在那只宝可梦身上放置两个伤害指示物。放置伤害指示物的话呢，就可以配合上我怪力 VMAX 的招式复仇光炮。哇，看起来厉害耶！没错，它的第一招是若自己的备战区宝可梦身上放置有伤害指示物的话，这一招呢可以再增加140点的伤害，等于呢它这一招可以直接打出220点的高伤害哦。220点哦，哇，那蒂亚卢卡也是。危险啊，危险，危险！如果我要打出更高的伤害呢，我可以使出它的第二招超级巨彗星一击，可以打出240点的伤害哦。除了240呢，我还可以再增加光辉摔角鹰人，如果对上宝可梦 VMAX 可以来到再加30点。我还有查克洛可以再加30点啊。哦，这样子算下来，对宝可梦 VMAX 可以造成300点伤害，那加上讲究腰带可以来到330点呢，真的是非常恐怖啊。我好险，我的蒂亚卢卡，这起源蒂亚卢卡是 V Star 的，比较不被影响。虽然我的光辉摔角鹰人呢只对宝可梦 VMAX 有效果，但是我的查克洛以及讲究腰带还是有效果的哟。看来这个还没开战前哦，你们两个就火药味十足啊！不如我们就马上进入对战画面吧 ，Go！ 请问你要正面还是反面？哎，我要正面。好。哦正面。你要先攻啊！攻我要先攻，我要先攻。好，那就幸福蛋我及后攻喽。请多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我这边这个是蒂安西，我是怪力 V。感觉一开始就是王牌，嘿嘿，由我先攻。哎呀，我抽一张牌，先使用这个 VIP 参加证。哇，好，那我要拿出的是铜镜怪跟苍响 V， 然后我再使用先机球。那我在这边选择蒂安西，这样子他就可以当我们的坦克。哇，两只哎，两只这个防守哇，很密的。他的特性公主文曼非常强哎，对，他可以保护他们嘛。好，那我。手填一颗基本钢能量给起源蒂亚卢卡 V， 然后再使用苍响 V 的特性不挠之剑抽三张卡了。有没有钢能量呢？哇，舒服！来两颗基本钢能量，哎，换你。好，轮到我回合抽牌，我要发动高级球，丢掉两张手牌。我选择抓出的是智慧星，将它下到我的备战区。那我这边直接发动博士的研究，抽七张。这边贴一个基本动能量给怪力 V， 我的回合结束，换你。好，换到我的回合，哎，抽一张牌，哇 ，OK， 我这边的战术就是继续培养我的蒂亚卢卡 V， 那用苍响的不挠之剑再抽三张。我压力好大哦，这个蒂安西真的有点舒服。再来一张钢能量，哇，怎么都有啊？这边轮到我的回合，我觉得幸福蛋文琪这边很棘手，因为大使用老大的指令呢、啊。没错，之后抽牌，这边进化大尾狸，再进化一只怪力 V Max， 发动先驱球，丢掉查克洛。哦，查克洛在弃牌区域其实有点猛哎，紧张了吧？最危险的我觉得是这个查克洛。我先驱球抓出的是大牙狸，接着直接发动玛丽。哇，手牌太多了。我很喜欢手牌很多的感觉啊！我抽五，好，那我抽四。我下一个竞技场大嘴沼泽，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沼泽，然后再进化怪力 VMAX， 接着呢，我要直接发动智慧星的小聪明，将我的手牌与牌顶的卡互换，接着呢，再发动坚毅十字镐，如果放到能量，我就可以填，刚刚换你就放能量嘛，那填在我的怪力 VMAX 身上，接着我手填一个基本动能量给怪力 VMAX， 我要使用大尾狸的特性青龙门牙，抽满五张，可以抽四。
我要将 P 普螳螂 V 吓到我的备战区，然后因为大嘴沼泽的关系，要在他身上放置两个伤害指示物。哇，那这样怪力 V Max 的复仇光暴就可以造成高伤害喽。没错，好，这样呢，我要直接使用怪力 V Max 的招式复仇光炮，直接打220点的伤害气绝地安西。哇，气绝啦，好快啊！拿一张奖赏卡。我这边应该也是先让地安西上来扛一下，哇，再来我的回合，抽一张牌，OK， 那我使用先机球丢掉一张基本钢能量，找我的霓虹鱼 V。哇，霓虹鱼 V 因为它的特性非常好用诶。OK， 找到我在这里，然后就让它下来。那因为这个竞技场的关系呢，我的霓虹鱼 V 会受到两个伤害指示物。那我再使用它的特性哦，我要用它的特性夜光标志，找我们的支援者是谁？我们的钢石哥哥啊，非常帅。新卡好帅哦。我们金刚队的钢石哥哥。那这张卡呢，必须从手牌将两张能量卡丢弃才可以使用。这样丢弃之后，我就可以任选两张卡加入手牌。好，那我拿两张金属碟。哇，刚刚丢掉的又要补回来了。对，马上赶紧的把它补回来。那我要使用两次金属碟。哇，两张。拿两张钢能量，全部到后面地牙卢卡 V。钢石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呀、啊！我压力好大。它快养好了。好，那我再使用苍响 V 的特性，不脑之剑抽三张卡，没有了吧？没有。好，换你了。好，轮到我回合抽牌，这边贴一个讲究腰带给怪力 V Max， 然后再发动智慧星的小聪明，一样的招式啦。再发动坚毅十字镐，哇，翻起来是能量，贴给我的怪力 V Max， 接着手填一个岩石豆能量给怪力 V Max， 再发动大尾狸特性勤劳门牙，抽满五张，可以抽两张。接着呢，我要发动我弃牌区查克洛的第二个效果，丢掉两张手牌，将它拿到我的手上。接着再使用查克洛，那我这一回合的攻击可以加30哦，因为我的怪力 V Max 它是豆属性的宝可梦，所以我这一回合可以直接打出250的伤害。哇，真的非常高，那就气绝掉地安西啦。OK， 地安西气绝，拿走一张奖赏卡，轮到你。好，那我的起源地啊卢卡 V 来战斗场啦，抽牌。起源地牙卢卡 V Star 直接进化 ，OK， 那我要使用这个高级球丢掉这个对战 VIP 证跟地安西，找我们的青铜钟，它就可以进化啦。好 ，OK， 那我的铜镜怪进化成青铜钟，然后我接下来要使用博士的研究，哇，好顺哦。好，抽几张，抽几张，五六。七，好，那我来下一只起源地阿鲁卡 V。那有竞技场的关系，所以要放两个伤害指示物哦。这里，那再来就使用金属碟，因为我现在要育成第二只起源地阿鲁卡 V。那接下来我用手填一个基本钢能量，接下来我要使用青铜钟的特性金属转移，把苍响 V 身上的一个基本钢能量呢移到起源地阿鲁卡 V Star 身上。哇哇，这样子有五颗能量了。好了，那我要使用这个 V Star 力量，星星科罗诺斯造成220的伤害，然后在这个回合结束之后呢，我可以再一次开始自己的回合。哇，这个超强的，直接人没了。你知道科罗洛斯什么意思吗？就 Chronos 嘛，时间之神的意思。哇，不愧是信的。那我再开始啦，抽一张卡。哇，超强，真的超强。好，那我要使用我的竞技场训练场地把它的竞技场盖掉。那接下来我要使用讲究腰带，在这个起源地牙卢卡 V Star 身上。好，那我要使用青铜钟的特性金属转移，把这个起源地牙卢卡 V Star 身上的基本钢能量呢，平均分散给后面的这些宝可梦们。哇，你的能量又要转走了。能量转移大师。好，那我再使用先机球丢掉一张基本钢能量，找我们的叉字符 V 上手。好，那我叉字符 V 要下来了，使用它的特性暗夜能源，把手牌补满六张。我现在有一张，一二三四五。好，那我再使用训练场地的效果，从弃牌机拿一张这个基本钢能量出来，把它点给起源地亚卢卡 V。好，那我在发动攻击之前算一下伤害，你现在剩多少？我身上剩下110。110，等一下哦，我好像身上可以再少一颗能量哦。对耶，这样子好像刚刚好。那我用青铜钟的特性金属转移，再把这一颗能量移走，移到这个起源地亚卢卡 V 身上，全部都投资在第二只的。对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使用金属爆破造成110的伤害，刚刚好。好，那就气绝掉我的怪力 V Max 了，气绝成功，你可以拿三张的奖赏卡。那我也没人啊，派出的是怪力 V Max。
好，你现在场上是没有地安西的情况哦。如果我抽到老大的指令，游戏应该就会是我获胜了哦。接着抽牌，目前是没有了。哎呀，刚刚没有抽到老大的指令，但是我发现，如果我要弃绝这一只宝可梦的话，我还需要一点点的伤害耶。对啊，还差十滴耶。所以我决定要发动查克洛的第二个效果。啊，又是查克洛啊！这攻击下30很厉害，查克洛真的很强。那我丢掉两张手牌。将查克洛拿到我的手上，直接发动查克洛。这一回合的话，我的豆属性宝可梦可以增加30点的伤害。接着呢，使用大尾鲤的特性勤劳门牙，把手牌补满5张。我先抽2张。再来，我将基本豆能量贴在我的皮普螳螂 V 身上，再给他一个讲究腰带。最后呢，我使用怪力 V Max 的第二招超级巨彗星一击，全部加起来呢，可以打出300点的伤害。哇，300啊！对，那280，哇，就气绝了！天哪，好，气绝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感觉新这边秘密武器该登场了吧？没有错，神奥大尊来也！哇，带着5颗能量，好，那我来抽一张牌。OK， 那现在就是我们神奥大尊开秀的时间啦、啊！那我使用高级球丢掉2张卡片，找我们的神奥大尊。哇，要进化啦！那我是没救了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可以掷出多少的伤害吧。Okay、起源地牙卢卡 V Star， 哇，登场了，登场了，登场了，直接进化完成。那我再给他一个讲究腰带。哇，还来，好大的伤害。好，那我再填一张基本钢能量，然后再使用金属碟。让基本钢能量填到苍响 V 上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青铜钟发动特性金属转移，全部移到神奥大尊起源地亚卢卡 V Star 身上。哇，算一下几颗能量吧。哇，好多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400耶！400，然后加这个百分之40嘛，400次加这个470。但是因为它有岩石豆能量，所以会变成450点伤害。啊，也够了。来，神奥大尊起源地亚卢卡 V Star。450伤害，哇！谢谢各位，哇！马上被拒绝，恭喜信拿走最后的3张奖赏卡。哇，恭喜系获得今天的胜利啊。那请两位稍微分享一下今天对战的心得吧。好，那从我开始吗？是的。OK， 好，那我觉得这个起源地阿鲁卡 Vista 真的很强，它可以跳过一个回合，真的很猛，很有这个操作时间的感觉，非常强。那它那个输出啊，养得够好，它输出就可以到400多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那当然还是我们前面有这个地安西在前面坦住啦，才有办法这样子慢慢的这样育成。我觉得是一套怎么讲呢，蛮好上手的牌组。那我们也要谢谢苍响 V， 它的特性真的是非常棒，可以让我一直不断的绿牌，对，不倒之前一直抽牌，对对对，而且你还一直都有能量可以填，真的真的真的好满哦。那我今天的账号心得呢，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我怪力 VMAX 以及我的大嘴沼泽互相配合的情况嘛，应该是还不错吧，对不对？那我的牌组呢，还有加上我的皮普螳螂 V Star 以及加勒闪电鸟 V 来协助我应对各种的牌型，但是呢，今天对上信的牌组实在太强了，刚好啦，刚好啦，那个 combo 性非常十足啊。啊，所以钢属性就是我的本命嘛，钢属性就是浪漫啊。感觉到了。那各位轩家如果想看今天这两位的塔表的话，在这边。那我们今天谢谢信来到我们频道客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期待你下次再来玩哦，很开心可以来这里玩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后面的上片通知。我是骆驼母家豪，我是幸福大文琪，我是巨金怪威德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